异端全能神教会对正统基督教带来破坏和冲击，令信徒离开真道，让离信者失去认识真正救恩的机会。所以我们同大家揭示全能神教会传教手法，拆解他们信仰的谬论，亦会访问曾经是全能神教会的信徒，他怎样弃假归真。世纪大迷惑之闪电预警，6月2日一连2个星期日晚上10点正。